兄弟们，啥也没干，躺着挣钱是种什么样的感觉？兄弟们，终于抱上戏了啊！五月份的第四场戏，黑人。兄弟们，今天这衣服眼熟吧？梦回云之羽啊，云之羽的防御侍卫的，从云之羽传到了这个组，简直就是梦幻联动啊！兄弟们，还有面具男啊！干饭干饭！那不是减肥吃不吃吗？啊？不是吃吧？来你一刀！不是，这还有一份。他啥子？别。这碗比横店的肉丸好吃多了。你口味。这个应该是辣，辣王猪王太辣。躺了一天，终于收工了，回横店。对吧？收工。看我发现了啥？这应该躺尸的时候跑到身上的。迷路了，这是。这是大自然给的礼物啊！我该不该提醒他一下呢？这小东西跑得还挺快的啊，还挺可爱的。哎呦，操！